大家看我这张六是不是在第三张？第三张牌，好好看好。那我现在把它晃一晃，跑到第二张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只是把它晃一晃而已啊。教学时间。首先，先拿三张完整的牌，一张把它剪一刀，剪一刀，它就打开变这样。不要完全剪掉，只要剪这样子三分之二就好了。那我们这个就完成了，把它弄正面，然后再拿两张放反面，这样都就会插在一起。这张挡上去，就好像在第三张划过来，它就是在第二张。